突片成员李俊浩主演的大热韩剧《欢迎来到王之国》近期以高收视率完美收官。他在剧中饰演的本部长一角让他人气不断飙涨，演员生涯再创巅峰。近期他结束日本工作，近日回到南韩，当天金浦机场挤满粉丝守候，过程中也发生一件插曲。大批粉丝拿起手机捕捉李俊浩的风采，导致秩序混乱，但他一眼就先看到了被包夹在粉丝中的一对母女，并且停下脚步示意大家小心有小孩。韩媒纷纷以首先照顾男子的甜蜜男人，关爱孩子的暖心称赞他的暖举。也因为粉丝人潮众多，李俊浩全程走路步伐都非常小，并且亲切的点头致意，隔着一幕都能让人体会到李俊浩的贴心啊。